他当年被一周刊拍了，而且拍了以后拍到一小段东西，他打他心里面觉得有意见的是，那马赛克打太小。假的，这个马赛克还蛮大的，是按照身材比例来讲算是可以。哎，那你那个风倒了吗？一周刊倒就倒了吧，一周刊倒就倒了。我们就是看看谁撑到最后的嘛。